女人啊，她都有一个漏洞，但是大部分男人都不知道。女人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也包括我自己在内啊，都有这个共同特点，你们想知道吗？今天启航就冒着被所有女人喷的风险，悄悄地告诉你们啊，请先点亮上方的小红心，再在头像旁边点个小加号支持一下我呗。我接着往下说啊，听好了，如果说你要是知道了这一点呢，你就基本上可以稳稳地拿捏住你喜欢的女人了。作为一个女人呢，其实对于男人的要求呀并不高，并不是说所有的女人呢都想住别墅、开跑车、吃山珍海味。其实呢，女人都希望能有一个懂她的人。你越是懂她呢，她就越温柔；你越是关心体贴她呢，她就越离不开你。所以说，身为男人啊，一定要读懂女人的内心，体贴女人，这样啊，她才能够拼命的对你好，无一例外啊。千万不要忽视女人的付出，虽然说她的付出没有换来真金白银，但是能够换来你心无旁贷的去工作。这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啊，就是男人们，你们呢一定要提升自己的魅力啊，尤其是在和心爱的人近距离接触的时候，身上千万不要有一股怪味儿。女人呢对香味儿是很敏感的啊，也就是说经常所说的男人味儿，而现在的男人呢，嘴巴里边呀，不是烟味儿就是酒味儿。重点来了，作为一个男人呢，都应该知道这个小东西啊，它就是这个爆小蜜的爆竹丸啊，一次一粒，没有任何副作用，也没有什么依依赖赖啊，就是这个小东西啊，我也不知道怎么给你们介绍啊。反正呢，就是你和心爱的人亲近的时候啊，吃上它一粒。一咬就爆，满口留香，能迅速升温你们的关系，会让他时时刻刻的想着你。毕竟他也不贵，一包烟的价格，我说千次好万次好，不如你们自己体验一下好，对吧？有需要的啊，下方链接赶紧去搂吧，买的越多越合算哦，还给你们保密发货哟。